这环境太好了，而且又下了一场雨，感觉这个树都能挤出水来，而且没什么人，我们往山上走。发现一个非常好的木头，刘老师在认真的开发中。我们都砍了半棵树了，都快挖成船了，这肯定不小，这个。好大个洞，这块。能开出宝。你看，哇，这个大洞，哎，我好像看到了，是吗？不是，别跑了，我就怕它。跑应该不会，怎么还在这洞里头？你看，我操，就在这儿呢，就在这边，就在这附近。你看看这大洞，咱们活着，这里面不止一个。录着呢，哎呀，就是不见虫啊，都湿的，这是刚刚弄的。马上就来了，在这儿呢，快快快，没停吧？没停，看到了吗？这是啥玩意儿？蜜蜂？不是，操，这是个蜂！哇，这是个蜂哎！我去，这是个啥？哇，太吓人了，这个逮出来吧！搞了半天是个蜂，是不是蜂把它吃了？好，发现了，开启伟大的盲盒！我操，不止一个呢，好像。哇，这不小，不小，不小，这可真不小，挺长的。嗯，我操，牛逼牛逼，好吧，你可以吊它，给它吊出来，找一个东西揪它那嘴。掉出来，它咬它那嘴，嗯，我操，这么大个，我操，野生这么大，里面还有，松嘴，别他妈咬了，松口，已经进去了是吧？还没进去呢，没进去呢。